请问有来过这个新加坡最著名的素食中心吗？对了，我现在就在纽顿素食中心。那如果呢，我说这个地点有一个非常棒的公寓，有没有兴趣跟着我来看呢？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你们看我这个短片。那今天是一个大雨天，往往我们多么的希望住在地铁站旁边。现在我就站在新加坡的史格路，就在纽顿地铁站旁边，只走了65步就到家了。那看一下后面呢，我就有一间两房的公寓，就有105平米。现在呢，就租到明年9月2019年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吧，好吗？